女孩子的光鲜亮丽是离不开背后的保养的，就像花朵离不开绿叶一样，爱美这件事情是女孩子们非常关注的，拥有一个干净细腻的肌肤是很多女孩子们梦寐以求的。李佳琦在社交平台上随手分享了一款除螨皂走红，用后黑头逐渐消失，可以让你拥有干净细腻的肌肤，网友怎么不早点分享？经常会护肤的姐妹们应该都知道，面部的清洁是非常关键的，如果面部经常清洁不到位，肌肤会出现角质层过厚的情况，还会引发毛孔堵塞、螨虫滋生的问题，这样不仅肌肤会出现各种瑕疵，而且还会导致肌肤无法吸收其他护肤品，所以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肌肤，一定要把脸蛋清洁干净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姐妹们说每天都在护肤，可是肌肤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，其实这都是因为肌肤没有清洁干净，长期滋生螨虫导致的。李佳琦在直播间的时候推荐给大家了一款除螨芝士皂，但是因为价格低，很多人都非常嫌弃，但是使用之后面部的黑头逐渐被改善了。这款除螨皂的外观非常别致，像一块奶酪一样，这款芝士皂里面都是植物精华提取的，使用起来非常温和，不会有刺激的感觉，而且还有祛痘除螨的功效，搭配起泡网使用可以搓出非常多绵密的泡沫，上脸之后非常舒服，配合轻轻的揉搓轻松洗出脏东西，就像是给面部做了 SPA 一样。这款洁面皂适合任何肤质使用，就算是敏感肌使用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，非常好用。我入手一段时间之后，肌肤的状态比之前改善了特别多，之前面部的痘痘黑头都逐渐被改善了，现在我的肌肤就像鸡蛋一样，非常光滑细腻，现在每天肌肤清洁的都很干净，肌肤状态都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这款洁面皂我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效果确实不错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，效果好而且价格还非常低，如果还有姐妹们觉得肌肤清洁不干净，一定要试试这款洁面皂，效果一定会让你惊喜的。美牙